有点困了，超级久。我现在要准备出门，开车地点就在我朋友家。嗯，今天天气超级热，穿一件卫衣就够了。我们今天是要拍摄一下我 Video Lab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segment， 然后我带了拍摄的器材，里面就是有一些补光灯和支架，希望我的 video 一切顺利。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录制，今天从差不多下午2点3点钟的时候录到现在。Hello， 我们俩已经录得有点困了，超级久。对，然后又在我朋友家，因为他们家有电视。现在天已经快黑了，然后我拍摄完了。就等着明天Aaron来我家一起剪片了。今天外面还下雨，好在我们今天是室内拍摄。我回家换了件衣服，然后今天要去 City 去朋友家吃饺子。我们今天的拍摄感觉还挺顺利的，换了件衣服就出门了。在公园里需要拍的一幕，然后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，超级晒。已经买好咖啡了，准备现在出发去公园。拍摄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家剪辑。我们现在为了这个 video 的作业，真的这两天天天都在外出拍摄。现在中午分你回去了，买了东西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家做可乐鸡翅，还有西红柿蛋花汤，还有一个宫保鸡丁。每天都在逛超市，找不到香叶了，够不？这两个够了吧？